老法师讲经说，邪魔外道也要礼敬，这个道理，请老师更进一步开示。这个讲的很多，我们在讲经常常讲到，妖魔鬼怪呀，他也是众生呐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他有佛性。他为什么会变成妖魔鬼怪呢？造的恶业变成的。恶业是习性，不是本性，本性都是一样的。连儒家都讲得好，叫《三字经》也开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那就是本性，本性都是善，纯净纯善。妖魔鬼怪的本性也是纯净纯善。不但这些有情众生有佛性呢，无情众生有法性。《华严经》讲得透彻了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这平等的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。所以，不但对于有情众生，我们要礼敬，就是对他有恭敬心，尊重他，敬爱他。无情众生，树木花草，再到是到矿物，泥沙石块，都有法性。那个心跟我们的佛心是一个心，你怎么能不尊重呢？你尊重有什么好处呢？尊重里头的分别执着化开了，这个我尊重，那个我不尊重。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那这种心呢？这个心叫轮回心，佛这么一讲，叫我们礼敬诸佛，一切恭敬呢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打掉了，你这样才能够超越。这个道理讲得太多了，天天在劝大家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。不再执着了，轮回就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执着就是经典里面讲的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证阿罗汉果。阿罗汉名为正觉。如果再进一步，对于一切诸法了，不再分别了，这个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。那叫正等正觉，那就是菩萨了。如果在一切法里头，我们六根接触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，那这就是如来，就是佛。这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你接触啊，会起心动念，心念不要紧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这菩萨。这个起心动念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是阿罗汉。如果还有执着，六道凡夫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回想，我们自己是什么人？是六道凡夫，还是声闻，还是菩萨？你自己很清楚啊。佛菩萨跟我们没有什么分别，一样的，就是他们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我们是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那我们亏吃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个断的方法，先断执着，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，从这下手。先学不执着，再学不分别。最后再学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是学习的次第。所以对于邪魔外道，我们要尊重，我们要礼敬，我们要供养，不跟他学习。这就叫什么？敬而远之。远不是说距离他，远是不跟他学习。因为他那是邪道，他不是正道。但是你要晓得是，他也是未来佛。
他一定要受很多果报，要吃很多苦头，将来还会回头是岸。